我们每个人都有打眼睛，年轻打近视眼睛，老了打老花眼睛。我跟你说什么，因为好多时候我听我的朋友说呢，我眼睛松了松了，你知道吗？如果当你的螺丝呢，那个螺丝你的人松了，用什么方法呢？那螺丝松了，那这个螺丝松了，用什么方法？就是很简单，首先呢，你得拧紧一点，然后将一种油，这种是指甲油，将它，比如说，你怕它弄到眼睛的，一定要这样包住这个镜片，比较安全啦，你自己分啦，总之弄到它有就 OK 啦，滴落那个窿小螺丝度固定它，它就不会跑位置，不会松脱，不用麻烦，每一次都拧来拧去，那个很好方法嚟嘅，人家教我的，有啲时候真的没有跟人家交流，根本上不知道那种好用的东西，啊。还有一样东西啦，以前我介绍过，可能你没有看我的视频，没办法，没所谓。我跟你重复说一次，如果我们的眼睛呢断了呢，残了，没得打了，因为你去弄呢没有时间来得及给一副新的给你，没关系。咁你将以前不适合戴个眼镜，你冇掉，放一旁。你用的时候我教你很简单，动作怎么出来？怎么弄一下？夹出那个出来先，夹出来了 ，OK， 因为看起来很硬的，所以真的也很小心的，要怕你玻璃碎割到手，很硬的，很硬的，哇，这个要刀仔来锯到，用个小刀来锯，我上次做过，因为我以为真的很容易，用个。夹开了就可以，哇，真的很难的，哇，有玻璃片就出来了，哎呀，没办法了，我也不想麻烦浪费你们的时间了，所以我就这样就够了，因为这是铁来的，不是这么简单，一个铁来的，那个铁片来的，那个就是铁片来的，所以你要弄出来也是相当困难的，本来上我清理的时候也是蛮小心的。这都也是，因为它是铁来的，不是塑胶的。弄好了 ，OK， 弄好了。如果这个呢，塑胶就比较好，这个铁的很会伤害到眼睛，所以我觉得那个不适合用。只不过你用的时候呢，你找一副是塑胶的，弄好了之后呢，塑胶的比较好，塑胶的。我来不及拿，麻烦你。如果这副眼睛断了呢，这个是断掉了，比如说。这个已经断了了，没关系，没所谓。你看它，这个破洞了，然后看它，咁你变成这个环境，这个歪掉了，这条断了了，咁然后呢，将它这样，因为你弄眼睛没有立刻给你来得及来弄的，我知道，所以用这个方法。因为你暂时用一双没所谓的，对不对？这样，你咁戴上去了 ，OK 了。所以这个方法呢，预防你们呢，第一，我介绍过你的，如果你的眼睛呢，因为我不想浪费你们时间了嘛，弄得很稳的。如果你拍不稳呢，你可以。这里又可以绑多一条皮，或者这里再绑多一个也可以固定它，没给它跑位置了，所以看你怎么底下了哈，所以它很稳阵的，因为你弄的时候你找一个比较适合它的样，因为我来不及，我家里没有剩一个，所以你可以这个铁没弄，这个很不弄伤我眼睛，用塑胶比较好，塑胶可以塑容的比较很容易有一种是没有的，好像这个这种都有些隔在上面就有，所以你试一下用这个绑出来，暂时临时用住先，那么带出去如果两三天也好，三天也好，你要得来
做一种设备来用，就不用麻烦自己没有眼镜来戴了。所以那个方法蛮 good idea， 所以希望你们用得着了哈。 OK， 拜拜。